QBPOP 3D 台北迷宫地图，我们现在看一下台菜餐厅，在中山区的台菜餐厅有这么多。好，我们挑一个台北凯撒大饭店北京厅，点进去你就可以看到有 3D 的地图，那你可以点着它，然后向前推，啊，镜头向前跑跑跑啊，或者用键盘向前、向左、向前。向左，等等等等等，啊，就可以看到啊，台北凯撒大饭店北京厅。然后往下看一下，这边就是它的用 OpenStreetMap 里面的地图，台北凯撒大饭店的北京厅就在这边啊，相关的位置在忠孝东路西路一段啊。好，再往下看，我们想看。更详细的东西，第一个我们可以看搜索，按一下搜索，那就到 Google 里边去看一下，有关于这个台北凯撒大饭店的北京厅的东西啊。那如果想看一下它的菜单等等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图片，就关于台北凯撒大饭店北京厅的有关于的相关的搜索，你可以看到它的菜色啊，我们点进去。看一下，这是台北凯撒大饭店的有哪些菜啊？可以大概浏览一下。好，再回来，或者我们想看更细的 Google 地图，可以这边有找地图地点，按下去。好，这边就有 Google，可以看出来 Google 的相关位置，或者是说我们想看一下地区，这个地区，这个。地区有什么东西啊？在这个相关这个区域有哪些其他的商店呢？商家啊，就这些啊。同样的，你可以在这个区域里面向前推，好，找一下各个区域这个区域里面的其他的商店，可以看到台北这边是非常非常多店的。或者说，我们直接走，从里面穿过去，好，走小路，从中间穿过来，向后，好，你可以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一直走，走到很远的地方，然后我们再回头看一下，看看四周区域，高楼林立。有一大堆高楼啊，我向后看，向后推，可以看到比较完整的轮廓。这边可以看到公园路啊，还有其他的，像什么联合门诊中心啊等等。好，以上就是 QBPOP 的 3D 台北迷宫地图。